每一次开庭，每次讯问，每一次諮商，所有的东西都重复一次。一个晚上的事情，一天的事情，就这样重复了千百次，在这一年之内。我希望我能够好好度过难关，会把尊严或是他们更多案件的研究，一直到从病的开始，接触了好多好多的案件。可是对一个个体而言，这个对我来说是18年，它不只是一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几乎是我的大半生。去年到今年是这样很难熬的一年，我相信对所有的受害者而言，那媒体目光也慢慢的淡出了民主的视线，聚焦在其他地方。可作为一个受害者，我很确信，此刻我和许多他们都一样，我们都还在疗伤，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的伤痛。每一次开庭，每次讯问，每一次諮商，所有的东西都重复一次。一个晚上的事情，一天的事情，就像重复了千百次，在这一年之内。我希望我能够好好度过难关，我希望我结果更加坚强。你不管结果如何，都尊重司法官的裁决。